各位优频道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沈佳玉。那如果要用一个颜色来形容我的父亲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浅蓝色，因为就很淡的，那他不常发脾气，很容易相处，就跟他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一个感觉。那我在这里也要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。